十点五十分哦，我如果要把第五章破到一个顿点，但是又不会太……可愛くて愛する西湖のクマズよ。鸡巴狼，鸡巴，小鸡巴。谢谢小鸡巴的订阅。なんで死んじゃったんだよ。お前らは何者にも変えがたい存在だったのに。うわあ、悲しいよ。悲しみが雪のように降り積もるよ。たった一つのかけがえのない命だから、あれほど大事にしろって言ったのに。请一次破完。太晚就明天吧。地瓜二十个月，谢订阅。一次破完比较精彩哦。哈，那很久呢。他到底干话讲完了没啊？通常一个章节从开始死，然后到死人，到找东西审判，至少要五个小时哎。五个小时。お前だって。十一十二。結局何だったんだろうね。对啊，要到三点呢，大概要到三点，太晚了。命って何だろうね。大家都建议一次哦。哦。也不用开到下午台吧，就大概晚上六七点开始破差不多啊。进到旅馆。我是还有一把爱情魔力，爱的魔力转圈圈的钥匙啊，我是想把它用一用啊。这一章节也有自由行动时间吧？线索很杂。那我可以把自由时间玩一玩。宇宙にとどろく桃田海人だぜ。おう。ジャガー。おう。あの。バカ。悪い。对啊，把前面日常跑一跑，前面日常跑一跑应该还好吧。哦，他们两个人真的，他们两个人的本本是不是很多啊？然后我是不是要被排挤了？求司机。这个。なんじゃと。あのな。ですか。つうか。我还以为我被排挤了，也没有人想理我。坐着呢。白天不讲话，看样子只有白天不理我。那。
あのさ、ムカつく。おい。はあ。うわ。ん？春鸡。就只有白天可以叫我春鸡。什么？你。又要来送，没错，奖品还有回忆灯。嘛，有包卡，两把钥匙。こちらの事実上最後の鍵と本当に最後の鍵です。どっちも最後の鍵か。では。僕は。おのれ。あの。ねえ。くっ。じゃあ。おお。ぬぬ。あのさ。四象点快走吧。ダ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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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Berry Man 蓝莓，谢谢20个月订阅，两把钥匙开车车喽。应该要玩到哪里做顿点？其实我也不是很确定。哎呦！硬要找他讲话，啊啊，怎样啦？讲话，跟我讲话，我们不是好妈鸡吗？我们不是好妈鸡吗？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，ね，嗯，あいつ，喂，干，没有人在问你啊，你闭嘴啦！干你屁事啊！刚问了老半天，你不跟我讲话。好啊，把气氛弄那么尴尬。哼哼，都是你，都是你，都是你。可恶！哇，再拿一把，这一把，这一把。格雷21个月，谢订阅。冲啊！太空人的研究室。哦，哎呦，讲话了。喂，那存档了吗？撒给那。这边需要存档吗？不间断存档。审判完了以后，不是就存过了吗？你们到底多担心档案不见啊？
不会发生 JJ 事件啦，史上最大最恶事件 JJ 事件，消失的记录。模拟器，就算真的可以操纵什么嘞？可以变成那？哟，阿诺萨，歌飞计划，为了保护人类不被来自宇宙的灾难毁灭的计划，拥有优秀才能的少年少女们，未来的种子前往新天地。听起来跟现在很像。麦克比图教。ねえ、あのさ、これって诺亚方舟。だって。あのさ、そうだね。回忆灯，回忆灯。没有放浪机器人嘞，这是不是有人吗？胡格十一个月订阅，谢谢。盗贼跟魔法钥匙。でも、よし。哪里还没开过呢？这个是剩下王马没有研究室啊，就剩下小鸡巴而已嘛。阿诺，这是他的研究室？你妈的，太大了吧！钥匙孔呢？钥匙孔在哪里？哦，起来！有人，是你啊，又是你啊！
回忆灯感觉就是会放在这种地方。哦，那你可嘞？これは、あのさ、はい。お、お、う、うわ！キーボ君。我还以为什么东西哎、欸！妈，哦，过来！难道警报装置遥控钥匙解除警报，再靠近解决？どうして？重要的地方。あのね。59位数字，哇、哦！ちょっと、無敵！只记住503，他不是会有录音机吗？你就录下来就好啦。どうして？ほら、テンション下がるな。そうそう。恢复警报按装置，还有电子防护罩的话，里面也有。不做任何操作的话，它会一直维持这个样子。塞原君，嗯，哦，比较像我为什么看到类似洗衣？洗车的地方啊，那是洗车的吧？哦，原来是他的黑白熊仔放机器的地方，因为用不到，所以五只都死了。是吗？难怪说用不到。あのね。それは、え、おっと、バカにしないでください。お黙んなさい。你看，超像在洗车的，这就是洗车的、啊。好像很舒服。それは销毁机器。希望不是我要说，但是我觉得你这章节应该脱不了了。感觉这地方就是拿来消灭你的地方啊！再见了，希望。红外线感应器，活体反应加压机，活体反应加压机会停止。そうだな。あの、え？啊、GILGA8 谢订阅。他他想知道自己是不是活体吗？お願いします。だから何を？人がプレスされそうになると緊急停止するなら、僕の場合はどうなるのか。試してみましょう。いや、
厳しいんじゃない？だって生体反応のセンサーなんだよ。心配はいりません。危なくなったらちゃんと逃げますから。ただ僕はどうしても確かめたいんです。このままでは我想要证明我是不是人。我想要确认我自己是不是人。分かったよ。でも危ないと思ったらちゃんと逃げてよ。决定了这个章节我们就票中一吧。最原中一就是凶手。お願いします。难过吗，阿旺？100% 的，其他的还不一定。啊？厕所？妈。明明是机器人却只能记三位数，是真的蛮废的。嗯。啊？他有什么东西要调查？第四章刚打完，哎呦，哇，季望怎么都知道，哎呦，哪边有事件？我的研究室吗？不是啊，外面写的在这里，这里，这个吗？哦。炸弹！哇，这一定……嗯，如果这件事
谁的啊？我靠！我靠！よし，我进不去。あれ？天海的。そうそう。え？あのね。それは。うん。じゃあ。ああ。おっぱっぱ。え？おやおや。ぶっちゃけ知らねえけど。他的才能上面有狼牙棒，然后还有刀子什么的。嗨，灰衣灯找到了，灰衣灯找到了。よし，超高校级的声优，我觉得他的才能就是这个。身为声优，他的门上有一两把凶器，很正常的事情。回忆灯，他是哪里找到回忆灯？是。哎，对啊，我们刚刚这样找下来没有找到回忆灯。回忆灯。然后全太死了，就没有人去看那个板子了。他有，他找到了。这个世界是王马小鸡巴的。试试嘛，这个どうしたの？いや、有个想法。あのな、你要干嘛？不要作死啊！不要作死啊！邪灵吗？邪入侵二哦。邪灵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现在下一款要玩什么？我什么时候要开台？我下一个时间点要玩哪个章节？我都不要先讲，以免到时候我跟你们说要玩了，到时候没有玩就麻烦。ねえ、再说啦。当たり前だろ。自由时间，终于可以存档了。哎，对啊，我这张要找谁嘞？
魔机，魔机我们破了吗？魔机好好看哦，这个是很好看啊。再来白银猫，如果王马可以的话，我也有点想要王马，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应该找不到他。好，看一下，白银在前面，我确认一下，应该是找不到王马。王马这角色会不会其实根本不给人家攻略？大家都在这里。在积极招募可以一拳解决所有敌人的英雄 ，One Punch。我可以送他东西，好像还蛮多的，像那个真缝纫盒组，还有假发，然后还有什么？眼镜，跟眼镜有关的应该也是可以。哎呦，眼镜盒好了。拿到有可能会修他，好高兴。很普通。竟然是戴眼镜的人。それは、でも、可是日本女生好像很少在戴眼镜。我去过日本，我发现他们戴眼镜的女生很少，他们都会宁愿要戴那个隐形眼镜。起眼视机，他是想要让自己的设定是变成不起眼，是不是？内裤白的，哇！我们还没有拿到内裤以前，我们就知道他内裤是白的了。ちょっと，他是想要成为黑子吗？西原くん，晚上来了，晚上，我们的钥匙，钥匙，钥匙。还没晚上吗？怎么还没有晚上？好久啊，再确认一次吧。
在外面。哎，找到你啦！他刚刚讲到玄太吗？他是联盟。哦，玄太的昆虫在研究室会怎么样？没人照顾。再来缝纫组。平常都在熬夜，十点睡觉太早了，老是睡不着，睡前都在打板。確か。嗯。欸，我们还没有看过他的 cosplay 呢，真是受不了欸，真的还没有看过他 cosplay 呢。大姐啊，你是超高校终极的，超高校的角色扮演家，我怎么没有看过你 cosplay 过？脚本会不会写啊，小高？游戏会不会做啊？それは。でしょ？因为有版权。欸，他们家游戏那么多，一定有一个可以。他连那个暗喻什么暗喻的作品那么多了。没什么关系吧，大不了就是あのさ，不要套任何，不要套角色，反正虚拟的角色那么多，应该说，他们可以自己创一个角色，然后不要说他是什么，就说他是那个世界的很知名的一个动画角色就好了。像之前二代的时候有那个一部动画嘛，他们。第三章的时候，还有戴上面具啊！跟风。我的车位太频繁了，真的，我车位太频繁。他跟我真像呢。你爆雷我编不了我吗？晚上了没呢？哎呦，晚。世界会有人来吗？这个是剧情还是有人要来找我？这是剧情吗？这个是剧情吗？这是剧情哦。我到底要怎么用？哎，又是剧情。ちょっと、あれ、あのさ、え？はあ。什么叫有人可以来找你？我买了一把爱情钥匙，它是 hotel 的钥匙。
然后呢，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只要我有这把钥匙，就会有妹子主动来房间找我，跟她开旅馆。我就是在等那个妹子啊，什么时候才会来？对，而且美兔挂了，可恶！我觉得最好的肉体已经没了。哎，妹子都快死光，不是这样子，春姬的几率大大的提升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哦，好尴尬哦。おお。は？つか。あ。そうだね。到底要干嘛？ねえ。十字弓吧，是十字弓。啊。嗯。那，いいけど。そことそこ。不是、啊，大大，我来干嘛？我来干嘛？你们一对奸夫淫妇又要来干嘛？看你们放闪！我来干嘛？啊，大大，啊，不是啊。你要让我死心也不用用这种方式吧，不用用这种方式吧，原来我是来当靶的，来吧，躺好了，来射我吧，射死我，快赶快叫他把武器组装好，射我一发，射死我吧。原来我是来当靶的。没错，他是烂人。你也是个烂人。哦，让我们有个好机会可以和好。嗯。わからない。でも。あのさ。ありがとう。谢谢你，闪光闪了我满脸。可恶！よし。くそ、時間がねえ。
死んでたばっかよ。こんなところで死んでられっか。まだ俺は不思議にだって言ってねえんだぞ。ちくしょう。死之前去砍好小鸡巴，我也觉得他有可能会做这种事。反正都要死，就赶快去杀个谁。啊，我原本只是想要玩到爱情钥匙而已。啊！是这个吗？是这个吗？哎呀，残念，无敌！我要什么时候存档啊？我现在存应该没有用了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存还有用吗？现在存还有用？他不让我存的，他不让我存。嗖嗖，不不，乌鸦乌鸦，嘟叽嘟叽。性和欲望，爱情钥匙。说明书，打开爱情公寓。到了晚上，将会邀请您和被选中的对象一起前往爱情公寓。在公寓中，对方描绘的恋爱剧场将以梦的形式展开，并将持有爱情钥匙的你当作理想的对象。不管对方要求你扮演什么角色，要接受。离开爱情公寓会失去所有的记忆。乌鸦乌鸦，啊，打东西。好，哇，不能存档了呢。哇，现在不能存档了呢。好吧，那大家来猜看、会中谁？现在不能存档了。当然会希望是春姬啊，为什么我已经叫他春姬？魔姬，春川魔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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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鸡巴，小鸡巴，干，转子死了啦，那边是转子，笑死我了。对啊，先赌个魔姬吧，不要白天呐、我觉得剩下来的人。不要鸡旺，不要百田，其他我都 OK。不要鸡旺，不要百田，其他都 OK。好。哦，好浮夸哦，旁边有 SN 道具怎样？他的眼神跟我一样死了，你知道吗？起来。どうしたんですか？
空有形式的关系很虚伪，要打从心底在乎彼此。VYR， 谢谢订阅。ちょっと、何ですか？ですが、そうじゃないよ。当たり前です。哈，为了让我了解爱情，不管健康或疾病，请跟我一起携手走下去。でも。我不太想听你说我不喜欢你。あれ？いえ。并不是谁都好，唯有这一点你知道，这就是BL漫的台词啊！这就是BL漫的台词啊！但是不要是机器人啊！机器人，机器人到底要读什么？这个身为腐女的我都很难有点难用哎，这个很难很难的妄想哎，这没得妄想啊！啊！いいえ。到底要干嘛啊？あのさ、本当ですか？うん。もしかしたら好きになったかもしれません。喜欢上了什么呢？哎，那你今，僕は、もしかしたらです。もっと温かい言葉をかけてみてもらえませんか？この感触を逃したくないんです。你刚刚存档点在哪？还行还行，好像。没有很远，应该在摩基找我去百田的那边。我没有歧视机器人的，我没有歧视机器人的。感觉非常平静。在害羞什么啦？在害羞什么啦？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没有个 CG 什么的吗？好歹给张 CG 吧。第一个夜晚，不行，我一定要看其他人会怎样。我要看遇到其他人会怎样。30A， 谢订阅。哇，这个是第一次的地方。那我知道存档点要存在哪里了。因为一开始我不知道会有怎么样的形式，然后不知道什么时机点可以存，所以就是一直不敢，就不知道。谁给你给我个白银好不好？至少也要白银是不是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原来你想要他的本本吗？月球春金，我也想要春金。
魔晶，魔晶，魔晶，靠我眼！哇哇，我又要再看他们放闪一次，我真的傻眼。我要再看他们放闪一次，哎，有没有天理呀、啊？天地不公啊！这边随时都可以存啊，应该还好。我先把这边跑掉。好，就这里，这里存档，总不会再一次然后又集网吧？白熊剧场好像也可以存啊。不要寄望，不要百天，不要寄望，不要百天。嗯，不要寄望，不要百天，其他都好。也是妹子啦，虽然也是妹子啦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、啊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よいか？原本是一头野狼，原来我是野狼吗？我要处罚你了哟！哎呦，打脸扑到我的怀里，什么？还蹭蹭呢，还蹭蹭呢。嗯呐、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害我想起了不好的回忆。这声音，嗯呐、啊，跟娜娜奇一样哎。ね、その通りじゃ。除了摸头还可以摸哪里呢？大小、啊、原来是背后吗？当作在摸动物。干嘛脸红？干嘛？嗯不要发出奇怪的声音，好爆！
大丈夫？搂住了我的脖子，搂住了我的脖子。どうしたの？中医，他叫我中医。わかっておるんだぞ。お主は、うちが姫を魔力を求めておるんだろ。別にないぞ。そうしたいなら、それでもいいぞ。眷属に恋してしまった愚かな魔法使いじゃ。奪われても仕方ない。もう覚悟ならできておる。欲しいのなら、うちはお主のものに。我很好奇魔姬到底是什么。哎、欸，这样魔姬到底是什么？他们到最后都会爱上我，对吧？那魔姬会是什么？不行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说好的司机图呢？司机图呢？Google 上念起来是司机图哎、欸，司机图是什么？别的，给我别人，给我别人，我要女的啊！那个补魔画面呢？补魔画面呢？自己脑补。啊！怎么又是你，大哥啊，大哥！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谢 Window Water， 谢谢订阅。当当当，没刷到魔机不准关台。我也想要刷魔机啊！这一期没有刷到早上6:08，春机没有刷过14，怎么够呢？怎么可能那么衰，一直都是机网。该来了吧！哦哦哦哦哦！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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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投入我的怀抱，老婆！另外一个男人已经活不久了，娶我吧。明明已经在一起十几年了啊！他把我想成是他的朋友，他在孤儿院很好的那个朋友。不，我是你爱人啊，我们要有更多的肢体接触啊。
そうだよ。不是刺客。なんで？いや。はあ。でも。脸红了。谢谢订阅，刚刚是不是也有订阅啊？谢谢。我是欧洲人啊，看样子我自己现在应该要立刻开个游戏来抽个卡之类的。ちょっと，什么想法？难道我刚刚内心的话都被你发现了吗？なんなの？办家家酒的时候说出那些话，办家家酒的时候说了什么话？他是。我记得他搬家家酒，他都当爸爸，然后我当妈妈。あんたって大胆的宣言，你说不是搬家家酒，而是跟我组成真正的家庭，没错。我想要跟你组成真正的家庭，我想要跟你生孩子，生小猴子。等等。どういうつもり？其实他如果撇开他不是刺客这一件事情的话呢，他是个非常好的老婆。其实如果是有带刺客属性的话，当老婆好像也不错。あれ？ねえ。双手轻轻捧住我伸出的手，然后再包覆住我的手，紧紧的握住。一想到你，或是牵着你的手，就觉得很开心又害怕。満たされるのにもっと欲しくて、わけがわからない。こんなの初めてだよ。初めてだよ。ねえ、サイハラ。他叫我名字。こんなにわけがわからないのに、でも確かなこともあるんだよ。私この手を絶対に離したくない。いつでも手をつなげる距離にいたい。二人で寄り添っていたい。それを家族って呼ぶのなら、そうなりたい。これが好きってこと。なんだよね、春川さん。好可爱哟、哦，这表情好可爱哟、哦。私失いた。这个告白是前面那两位比不上的。この思いも最真心的告白，前面两个都是来乱的。一緒にいる約束をしてほしい。結婚の誓いとか言葉だけじゃなくて、もっと確かに感じられるもので。唉唉啊，如果有 CG 图就好了，为什么不加个 CG 图？可恶。再来，还再来嘞！我还要抽谁啦？白天哦、喔，求白天的，不行，我不能把魔戒金乌洗掉，我不想要，我再买一把钥匙，找机会再买一把钥匙。差不多了吧？这边第五章，我觉得我差不多停在这边刚好。因为之后说一次破会比较好嘛，触感余温
存两个档，你们到底多想要看其他的？到底多想要看其他的？五六坡坡吗？谢谢订阅，佳佳，哎，佳佳呢 ？Hello， 存档在独档。哎，对，半价要没了，哎，已经没了吧？是今天是最后一天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吧。哦，原来就只是改这个哦。死人也可以吗？死人出得来吗？死人会出来？不会吧？回冰奶绿，谢谢订阅。全破以后可以看到小峰。嗯，美兔，对啊，我也想要看美兔，我觉得美兔的应该蛮有爆点的，美兔的不错。其他人的可以等全破，对哈，那就等全破再来慢慢弄好了，这个很久的。啊，先存档了，剩下的下一次开台再玩，下一次直接把第五章破一次破完好了。今天如果要破第五章的话，没有办法，要到早上了，来不及，太久了。第五章说要一次破比较好，嗯，你就这样子吧。噔噔噔噔。我没有收到站内信，好、哦，我记一下站内信。然后如果还有人有那个，就是你没有收到衣服都还没有印好，还没有印好，所以不用再私讯问我说为什么还没有收到衣服，因为衣服还没有印好。然后信的话是都寄了，那个表单，表单如果还有人没有填的话，可以寄站内信或者是粉专私讯我，我会再答复你们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我有设挡讯息，哎，我应该没有挡讯息吧？好，没有，我等一下关台再处理好了。啊、我等下关下去，好了，就先这样子好了。是我粉专，好，我粉专回你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先开到这边，那下一次开台我们再把第五章破完。下一次开什么时候就不知道，就这样子啦。第六章都审判又靠北场，好 OK 了。啊，就谢谢大家今天。开台跟到这边，感谢大家，也谢谢天所订阅好动物内的干爹们，谢谢你们，那就这样子啦。哎呦，我不见了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